不懂啊。现在是单身的？现在是吗？你现在没混响。现在呢？单声道。那到时候老师你帮我调一下呗，我不会调啊。我不调那玩意儿，我不干那事儿。那行吧，那我先来一首吧。你得弄啊，你得弄啊，真的。你找人弄啊？你找你那什么？你什么设备啊？我这娃娃脸还有那个啥，还有纽曼1005，啊不对103，那就机架有问题。这在抖音找的人调的，花我200块钱。多少钱？200啊，贵了还是便宜？这么贵的吗？啊，贵了！我操！你应该找个50块那种。不是，那50块那还能听吗？我真的。不是，为啥是单身的？你放个歌，我看他是立体声吗？啊，对不起，还是单身道，你得弄，就这样吧，去弄吧。他这个 L 跟 R 是不是单声道立体声啥的？什么 L 啊？你那个通道，你的通道没搞对，通道没有搞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反对说你们用什么用出现这种单声道的现象，是因为有很多妹子她是戴耳机听的，那戴耳机听，你的伴奏在中间，那你人声也在中间，它两个怼在一起。那你听，你说他是不是特别的，是不是特别难受嘛？对，还好，今天老师提前过了一下，要不然到时候考核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确实，是吧？我到时候调一下。你得那个，得弄，得弄。还好你来了呀，老师啊！我天，要不然我考核不掉链子了吗？我天！你要去，要是我那天考的话，你这个过绝对过不了。可不咋的，我还没唱我就过不了，不用唱了就下去吧。你得弄，你不是你得弄。是，因我知为道，我知道。我要我我因为我是个混音师嘛，我对于这个要求它不一样，和别的考官不一样。对，我要考虑这些妹，你要到古风厅唱歌，你给这些妹子们带来的这个听觉感享受的问题，行，是吧？到时候我调一下吧。啊，你去找你那个再弄一下，就你是唱让他呗。把那个混响啥都调立体声是吧？你跟他说通道没对。你说你唱歌的时候那些都是单声道，混响也是，伴奏也是，都是啊，单声行，道。我到时候问一下吧，你我来，啥时候？唱个歌，我听听看。你管他好不好，也唱一首。那您凑合听一下吧，好吧？嗯，试试。好嘞。等会儿。啊？咋的了？老师？王两啊，鬼鬼。哎，我跟他空着，没事儿。你让他唱完这首呗，给他空位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听一下啊。好。我那天那武家坡可以啊，我觉得你才是专业的。我吗？不是我。鬼鬼，那武家坡人家唱戏的，你跟。对不起，对不起，好家伙，好，又唱一首。桃源一场，余生虽往，盏盏烟凉，一盏风望。曹公惜才百般讨好挽留阵仗，无奈心有所向，
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沾沾风霜，喝尽那中小的酒，笑着看花儿疗伤，怎奈我一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龙偃月八五金黄银双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我不管我战六将，一片丹心向兄长。你看我青龙偃月英姿飒爽，一把关刀威震八方，怎可惜英雄气短，请再换我生云长。头顶中看一担，脚踩沾沾风霜，喝尽了中小的酒，笑着看瓜果疗伤，怎奈我一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龙偃月发无尽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我不管我战六将，一片丹青向兄长飞。你看我青龙偃月英姿飒爽，一把关刀威震八方，怎可惜英雄气短，请再换我陈云长。盖世无双马成一遭，死而后已不挂尽如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交。你看我青龙偃月八五金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我不管我战六将，一片丹青向兄长飞。我身云长，你这唱到后面，唱到后面那个垮掉了，不是你的声卡出问题，不是声卡，我好像一唱高音就出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垮。花点找个调音师吧，200块那种看都别看了，200块，我都从淘宝还有抖音找了。我花1500条的，你最好找这个。啊，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是，我的妈，我趁狗币，不是我，我那个1500算啥呀？找一个好老师。1500是基础。啊，完了。帅鬼鬼啊，是这么说吗？是好的，调音师都很贵。行，我都我找。突然他压力倍增。可不咋的，我吓死了！我的妈，我这设备就是个问题呢，确实影响。你得弄，得弄。哎，不过如果是那天你，如果是我在考的话，你，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很纠结。你唱的确实不错。没有。得你得弄啊，你得弄。好嘞，你得去把这个效果好好弄一下。还有那鬼鬼啊，你刚才唱那首歌，你那人声小了，而且伴奏无比大，还小了，伴奏特大点，行。对啊，伴奏大。那我唱武家坡啊，今天昨天来武家坡，专业的，你开玩笑呢？好，搜一下啊。昨天直播间播了，我就后来就没播着，剩一个。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佛一人之错。你
是了吧。啊啊啊！我的亲，往事抱船，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难贫困，整整一十八年呐、啊！我的亲，往事抱船。我不该心急一动，我不该口吐轻言，落得过忘恩负义，晚日寂寥天哪待。我强者一十八载，从头是一番，方知我血平安，终于回家赶，只为夫妻两团圆。秋秋配良缘，平归向了红总站，唐王靠风和东府关，西凉国遭了反，你的父上殿把本参，逼我陪挂到阵前，策散鸳鸯天过一遍。黄沙滚，烽烟满，到后来我翻旁嫁错在银安，那一日冰红大眼显楼山，才知道散起手傲肩。啊 啊, 啊我的妻，往事抱船，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难贫困，整整一十八年呐、啊。我的妻，往事抱船，我不该心急一刀，我不该口不轻言，落得过忘恩负义，晚日寂寥天哪待。我将这一十八载，从头是一番，方知我血平安，终于回家赶，只为夫妻两团圆。白石我一儿远，想起了夫妻们寒窑，受尽了惨染，好像那凄凉的江山无人管，身骑着红鬃烈马走散了关。啊，我的妻，往事抱船，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难贫归，整整一十八年呐。我的妻，往事抱船，我不该心急一刀，我不该口不轻言，落得过忘恩负义，晚日寂寥天哪待。我强者一十八载，从头是一番，方知我血平安，终于回家赶，只为夫妻两团圆。好，我家婆婆2011录了录了啊，专业的，我都说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儿，哎，占了点便宜，正好是占什么便宜、啊他那个确实把这个武家坡这个戏里面东西搬进去了，原词儿其实原腔可能也是由从那个影子出来的，反正你是专业的。满汉我就认你，你是专业的。别打了，你要录个什么花脸念白呀，扎扎扎哇呀呀，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可以，你到时候我找你。有首歌，好，没问题。我他们正在写词，中间我是想中间加一点，加点念白，就说就你说的吱吱吱吱喳喳的。
啊，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因为我们花脸、这个、那种，这练这个还挺难的，真的。我们老先生当初教这个都不轻易教这个，他们不教这个，教这个得说好话，我天天给他带他吃好喝的，吃好喝好。有首歌，我准备把它弄成像类似麒麟那样那种风格，然后中间我是想加一点这种东西，我让那个在，我让李不语在写词，我说你行不行？他说写，我写。他为了写这词，他妈昨天晚上在家看了一晚上的《水浒传》我说你看《水浒传》你干啥？他说在台词里面找啊。他给我拍了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里面是喂大郎喝药。他说他在看《水浒传》我说你这不对啊，那你把这个武大郎要喝药这个也得写进去啊，你要写这词的话。这武大郎还是小花脸，在我们这是武丑啊，武丑眼。嗯，看吧，到时候我中间要加我找你，你帮我。好，行，没问题。我好多歌我都自己加，我唱登高也是自己加，好多。那不一样啊，这个反正我那个中间要加一点，然后他有点。就是叫像加花一样嘛，是加一点精彩一些，丰富一点，对，很正常。嗯，唱这个。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冰，潦倒溪亭浊酒杯。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白云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冰，潦倒溪亭浊酒杯。人秀看金鲤，天似晴虹，不日江边走走，好酒意闲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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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写这歌的也是唱花脸三起跟我一个行的所以说专业是的他是他也是唱花脸后改行后来搞乐队去了然后财务部嘛然后就写了这歌、个、加的东西他加的笑啊这个包括那个整个感觉都是有花脸的东西在看没所以说我说在满汉如果讲真的讲戏腔的专业还是鬼鬼专业，要咬字和韵脚上面可能是这个，因为那必须是、那个、必须是、哎、你得自信，必须是你就是。行吧，我先撤了，你唱给他们听吧。啊，好嘞，好嘞，辛苦辛苦。嗯，早点休息啊。再见。我看见乖乖来了，乖乖晚上好啊。流行戏曲吧，晚好晚好。谁叫人
就好像是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天外，有时亲眼看见月色降下来，好像一夜慢慢流开。哇哦哦写字心素海本流入名片，凌晨云之落一曲仍有问深间，星星灯是若海雪笑意，长风尘落去，忽抬眼睛醉是荒野。少年曾出长安道，寂寂如荒野，赛过骆驼千下魂，曾背负诗写，三叠神笔飘渺朦胧里，孤悬白夜间，一身痛流向明殿。
给洋洋黄美玲啊来着。OK， 接过 Michael， 辛苦了，辛苦王林老师了。好，一首《探玉姑》。寻常相眸今日暮，花深处我误入，青山可恋遮不住，今日意不辜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间阑珊处，江山不及英雄无，不经意叹玉孤，饮尽杯中一下的落秋天，自古情难断意难绝，故意拦下醉卧我想逃却，空听梦半声寒，只为求得此生一寸心安，抬眼往事狼烟，迟迟不见当年的杜我言，山水迷却不现。相默今日暮，花深处我误入，青山可恋遮不住，今日意不辜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间阑珊处，江山不及英雄无，不经意叹玉孤，饮尽杯中一下的落秋天，自古情难断意难绝，故意拦下醉卧我想逃却，空听梦半声寒，只为求得此生一寸心安，抬眼往事狼烟，迟迟不见当年的杜我言，山水迷却不现，饮尽杯中一下的落九天，自古情难断意难绝，火已阑珊醉卧我想逃却，空听梦半声寒，只为求得此生一寸心安，抬眼往事狼烟，迟迟不见当年的杜我言，山水迷却不现。好的，一首啊，一首那个啥来着？我刚才唱的啥？啊，对，一首《探玉姑》啊，送给大家。哎呀，脑壳不够用了，脑壳。脑壳秀逗了，脑壳。鱼的记忆，唱完就忘了，真是唱完就忘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我专唱了呀？呀，我又当厂长了吗？不行，我紧张了，我就紧张了。我现在说话都抖了。哎，不是啊，我看啊，老师走了吧？咱都问一下来，谁呀？来是谁？谁把老师请上来的？嗯，来出来聊聊来。不对劲啊，不对劲，不可能，人家
人家在那个是吧，人家在下面玩的好好的，怎么就会突然上来了呢？不对劲吧。但是确实也感谢啊，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叫过来了，这要不然我的设备出问题的话，考核真容易出问题，对吧？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还是先调完设备，然后再考。不，调完设备我再给老师听一下。哎，老师说没问题了，我再考。然后我再考虑考虑要不要周日了。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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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玉兔精是什么？玉兔精是什么呀？啊，我知道了。啊，昨天放过了。我是广寒宫里的可爱兔，九九八十一难的小勇，西天路上的天竺长公主，打断唐僧哥哥的取经路，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可以吃兔兔？我的妈！这。咱们就是说，无话可说。咱们就是说无话可说呀，咱们。哎，哥哎，可别哥哥了，我的妈呀，哥哥，我是弟弟啊。害怕了，怕了，社恐了。不是现在咱们还都新这口了吗？现在这曲风跨度挺大呀，曲风跨度还可以啊。哎呦我天，叫得我怎么心头一颤呢？我不行，听满汉版的，真有满汉版啊？在哪里呀？这歌还真录了，我的天！抖音呢？那某音？那我咋看呢？那看不着啊！现在听不着啊，那得等我下了以后再听啊。我下了以后去听一下，下了以后去听一下吧。哎呀，我一个新人干啥呀？新人啊！别玩这么花儿，慢慢的，你这我还没适应，你就玉兔精了就。那对我柔友好点，家人们，友好点。对呀。早晚的事儿，早晚要经历，那就晚点经历吧。那就晚点经历啊！离我们川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川宝啊？川宝是哪一个？浅川是吗？是浅川吗？在哪呢？我看看嘞。浅川哥哥是吗？我是不是应该叫哥哥？我是应该叫哥哥吗？哥哥，你要跟我说话，咱可以私聊，好吧？你这我看不着我，眼神不好，私聊啊，咱俩单聊，好吧？
单聊。不必不必，我这个年纪你喊我叔叔就可以了。在公屏上聊多没劲呢。再说上来呀上来呀。那不得慢慢适应吗？慢慢适应吗？是吧？哥哥，我主页加的哥哥，你快点唱呀！妈，是说话了吗？等会儿，川呐，川。哎，哥哥，哎，哥哥。哎呦我，哎呦我，这么甜吗？不是，那你是绝对会玉兔精的人呢，你这声音呢、啊？起来一下呗，起来一下，哥哥。我不会，我不会，我真不会。你会，你会。你可以的，怎么不会？有内放吗？是吗？田川老田了是吗？到时候四别教教我，教我咋唱？不会呀，没学过这首歌，都没听过。今天打开了新世界，我操！今天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呢。四别写一写，四别写一写，对，然后一鸣惊人。我会叫哥哥，但是我不会唱这个歌。嗯、怎么事？咋的？没听清？就是我会叫哥哥，但我不会唱这个歌。那你叫一下，听听。他们想听哥哥，唱一个呗，哥哥。好会呀、啊！天哪！完了，哎呦我的妈呀，太会了呀，还说你不会呢，我的天，我哪会唱啊，我哪会唱啊，这谁听谁不迷糊啊，是吧哥哥，你试一下吗哥哥。我不会唱，我咋试。我是广寒宫里的可爱兔，九九八十一难的小勇武，西天路上的天竺长公主。这怎么唱啊？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可以吃兔兔？唐僧哥哥你真酷，留在天竺。还得夹呀，哥哥，还要夹。哥哥，你可以不用夹的，哥哥。你这按照你习惯的唱法。寒宫里的可爱兔，九九哥哥。我的哥哥，我亲爱的哥哥。嗯，那你还是夹一下吧，哥哥。夹一下吧，哥哥。啊，还是夹一下吧。怎么了？怎么了，浅川？浅川，你好像有点瞧不起了啊？怎么事儿？就是下次吧，下次吧，不搞，等以后有机会的，以后有机会。那你下次一定要唱啊，哥哥。给我整迷糊了，整迷糊了，脑瓜子嗡嗡的了，现在脑瓜嗡了，已经开始，嗯，这跟谁不迷糊啊，是吧？浅川，你唱我歌呗，浅川，你都在呢，来呀，川呢？那个你唱吧，因为我在熬牛肉汤，我在煮夜宵。那我不唱了。我过去吃一口，饿了，太饿了。我现在我也饿了，大晚上喝牛肉汤，你大补啊！你这是缺点啥呀？你这大补啊！你这个挺补啊。
我缺啥？我缺哥哥呀。你缺哥哥，你炖呢？找个哥哥就下锅呗，就。是吧？缺点唐僧肉是吧？缺唐僧肉。我太大，一锅炖不下。不对劲，不对劲，干嘛？你们不对劲呢？你们？你们有点不对劲呢。就你们不对劲呢？你们打什么问号啊？你们想哪去了？什么？体格子大，两锅都够呛。对，那一锅才多大点儿？逐渐跑偏，逐渐跑偏了。怎么还没有来接我呀？怎么还没有来接我呀？快点来接我呀！天哪，我射死了，脑瓜子转不动了。那川儿也不行事儿啊，叫两声哥哥 喝牛肉汤去了。川儿啊，你唱个歌吧，唱个歌吧，家人们，唱个歌吧，我看看啊，深夜唱一些比较舒缓一点的歌吧，好吧。找一下啊。呀，怎么找不到歌了呢？就这个吧。有一首《青山白云》。雨幕轻烟轻，悠悠风吹沙，江天一色的清波潋滟，燃几分落霞。应客留醉酒，南风与竹筏。我醉金阙去，明朝来时写满绣飞花。遥遥不是隔岸的人家，人生几曾把酒话桑麻。素衣长笛吟半首蒹葭，在水之南放一盏清茶。情深不渡江，留你在心上，化我此间的风光。万
落笔也成章，一回首是青山白日的景象。日暮轻烟轻，悠悠风吹沙，江天一色的清波连连，燃几分落霞。迎客留醉酒，南风雨竹筏，我醉今去取明朝来时，写满绣飞花。遥遥不识隔岸的人家，人生几曾把酒话桑麻，素衣长鬓应半守蒹葭，在水之南放一盏清茶。山水不渡我，琴声不渡家，有你在心上画我曾见的风光。万物经风流，我落笔也成章，你回首是青山白云的景象。首《青山白云》送给大家哦，虽然现在是深夜了，对，就唱一点就比较舒缓一点的是吧，比较哄睡一点的。好，等我一下啊，等我一分钟。好了，回来了。刚才有点事儿，去个卫生间。啊，不行，没去卫生间，去拿了瓶水。去卫生间有点快了。去拿了瓶水啊，没有去卫生间。去卫生间拿了瓶水，胡说你个八道啊！你在口出什么狂言？这谁说的？你在口出什么狂言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他竟然说我去卫生间拿水，我去！
卫生间是吧？卫生间，卫生又干净的卫生间是吧？你们去拿吧，我不去了。你们拿吧，打灭，好吧，打灭，我就算了吧，喝不起那水呀、啊，喝不起那水，神仙水呀、啊，那是，那不 SK2 吗？那不是，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喝不起呀、啊！怎么一股东北味儿？因为我就是东北人呐、啊，东北人呐、啊，纯东北的。有没有东北人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一样的都是东北人的、啊？我操，这么多东北的，哦，社恐啊！社恐是这个东北不东北跟社恐不沾边儿，好吧？这么多东北人哇，好家伙，我看到了最能叭叭的，好像都东北的。刚才谁说上厕所拿水？那绝对东北的那。嗯，坏人。净可老乡坑，真是净可老乡坑。我沈阳啊，应该有很多很多哥哥也都沈阳的吧？是不是？我在沈阳啊。水子七爷都是东北的，俩碎嘴子。再凑一个，斗个地主，可能地主没斗成，光碎嘴子了。俩小时一张牌没打出去，光碎嘴子了。噪音，噪音我知道啊，噪音我俩很铁，我都认识噪音好久了。我看他没来拍卖呢啊！对，我是古风专场，哇操！冒昧了，冒昧了，对不起，冒昧了，我是古风专场的家人们，操，跟我没关系呀、啊！我说我咋没看着赵一诺？我说是来着，我是找我找他呢，我说没找着。嗯，没事，到时候赵一肯定也考双听的，这问题不大。轻轻松松，手拿把掐。我呀、啊，我不是你，我先考过正式再说吧，大哥，我是实习，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是实习呀、啊，我还双听呢，我不配呀、啊，我是实习、啊。我还没转正呢，我以后再说吧。尽力吧，我尽力。到时候，明天看一下，调个麦吧。到时候明天去调个麦，看看老师在那个书生老师有没有空。对呀、啊，找书生老师，找他调一下。或者找夏夏，夏夏也是可以的，是吧？行，我记下来，到时候找一下吧，找一下老师们，看看没有空帮调一下。哎呀，主要是怕他们没时间啊，都挺忙的，调一个设备不太容易，费劲。我这都花好贵的钱，我花200块钱呢，我这花200块钱找抖音上调的，
我还不信任淘宝呢，就淘宝上调的更碎。我还特意找抖音，我说调一下吧，那调成这个样子，调的啥也不是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微微看到了。退钱呢，都好早之前人都跑了，人都我找不着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谁给我调的，记不起来了。那还忽悠我呢，他说哎呀，我给你调这个简直了，太绝了，就把你这个人生调的，哎呦，就给我整的天花乱坠的，我都信了你知道吗。我说哎，我都叫一顿感谢呀，我说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真的多亏你了呀，我说这是我们好像大冤种，我好像那个大冤种啊，我不懂啊，主要是我真不懂啊，我不太会，纯大冤种。我家妹子一顿夸，效果好好啊。你夸了吗？你家妹子夸啥呀？你夸了没有啊？你开个麦夸一下听听。喝完了吧？还没喝完呢吗？好家伙，我说我调了一个200的，我家妹子一顿夸呀。关键你那200可能调明白了呀，我这200块钱调的稀碎呀，那不纯大冤种吗？我天哪，是吧，你这主要调明白了，你那个还行啊，你们2块钱也夸，那你多少有点损了，2块钱也夸，你这多少有点沾点损啊，你去。那2块钱不得调出那种电子狗的音效啊，这调音质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听我自己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那可能给你们听的时候会有吧，也不知道是卡麦还是什么原因，不清楚。没事，到时候重新调嘛。好，唱首歌，再唱一首歌。主要这个就是多少钱倒不重要，就是主要是得遇对人呢，是吧？这不来两声了吗？这不遇到老师们了吗？是吧？这不就找对门了吗？所以我觉得挺好，是吧？多好。木兰原告。4000把我卖了吧，4000。你看看我值不值4000。青青茶几燃清香，悠悠春风惹忧伤，路上竹飞花溅露，最是功夫茶与汤，听见离人诉衷肠，声声琵琶催鸳鸯，如今绿枝几点黄，遥想当年你戎装，再沏一壶春，身边无佳人，难舍旧情意，相思落满地，再敬一杯茶，聊一生牵挂，七层琉璃塔，静静看
繁华。庭前离人诉衷肠，声声琵琶催鸳鸯。如今欲知几点好，遥想当年你戎装。再沏一壶春，身边无佳人，难舍旧情意，相思落满地。再敬一杯一茶，聊一生牵挂。西层琉璃塔，静静看繁华。再沏一壶春，窗前雨纷纷，天色近黄昏，我笑我情深。再敬一杯一茶，再做一幅画，画中没有你，何处叫做家。再沏一壶春，再敬一杯茶。好，一首《弃春》送给大家。啊，那个朗朗在吗？朗朗要唱吧，要不你上来啊。朗朗开播了吗？嗷呜啊，嗷呜，嗷呜。开播了，那怎么没嗷来呢？好吧，那我先下了，然后咱们那个，朗朗接麦吧，辛苦了，辛苦了。